大家好，我们重新开始了，你再重新解释一遍我们今天要干什么。磨豆豆的画眉毛。我们今天刚刚干了什么没有保存的东西？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？我不要担心。遮瑕用了半瓶才遮完他的脸。没有。眉笔画了一点点。没有。OK， 下一个。你想画什么？眼线。不要这么快，慢一点，先口红好不好？你帮我上。他在他腿上。别动，别动。他非要挑战那个很难弄的那个。别动，你不要动，千万不要说话。OK， 你敢让我亲你吗？不要，我也不要亲。不毁了我的妆。你的妆？我画的。下一个。眼影。眼线。拿这个盘，先画眼影。拿这个盘 ，Give it to me straight。这样扫吧。不是啊，你要想一个底色，就是底下，比如说这个色叫 Frank。你先用一挑一个底，就是比如说淡一点的颜色，然后最后这种眼尾这种地方再用深色加深。黄皱底色。你随便来，反正试验田的意思。敲的。敲了。看不到，看不到。那往下这里要画，然后人家是上那种金光闪闪，然后上这个，然后上怎么说？我教你吧。嗯。因为它是金这种，因为这盘本来就是金色。嗯。不用那么小的。OK， 你开心吧，你开心。乖巧。不要点烟，你让我睁开眼睛看看是不是正常的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没有。像被人打了。假比比，来，啊！不要那么凶。看。阴影，来，他最喜欢画阴影，死亡鼻影。因为之前给我画过一次，就那个鼻影，你画的像鬼一样。来，再看，好，再上一个。对啊，是我说要上深的，最尾巴，死亡橘色。这是红色。不要这样点。对，这还是专业，人家都是就是沾一点之后这样，然后你是。下次去蹦迪之前，你可以帮我化妆吗？ Okay. 让我去蹦迪，都一起去可以吗？擦一擦，泡泡，买泡泡。OK。你好，头发呀？你们好忙，祖先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的错，我不玩这些。然后是好看呢，就是眉毛阴影好看吗？阴影，你记住这三个颜色，黄。介绍一下你今天的化妆理念。先是。
然后就变成了你过去，然后下一个死亡鼻音，来，来下一个在哪里？大一点，记住你试一下，大概测一下它是怎么样，要那种看不出来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已经很深了 ，OK？ 嗯。大家记住我下的鼻子，等一下会变成一个不知道怎么击败的。OK。OK。好烦啊！我也不知道。啊！行。补救一下，拿这个扫。好多肉，我真的长胖好多。是吧？我都说了，可好意思说。明明是你，是我吗？你把我哎，这个好可爱，养那么胖，嘿嘿，嘿嘿。